都是一个动物变来的。是是是，我第一个想到韩东君就是大狗熊。你看这个也像，然后整个那个憨了吧唧那劲儿也像。吃蜂蜜，吃蜂蜜，吃蜂蜜。我还会从那个长相里边看看有什么，我也会这么。然后那个秘密是，我觉得像狐狸，就是那个狐狸精嘛。但我的 ID 确实一直都是狐狸。真的吗？从小到大都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你这个样儿也是，然后整个那个灵劲儿那个什么也像。OK 了，接着。麦麦，麦麦，我就像小猫。啊，对，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，小猫咪。对，那种很乖乖的、很甜美的、很安静的，对，软糯的那种。谢谢。嗯，小猫咪。然后李斯，你快。就像就跟白色有关的那种，也小白兔。啊。就是像龙猫嘛。对，哎，这么大那个龙猫啊。怎么你不喜欢吧？然后它还可以在那轮上跑了。哇，好像不十分准确。不十分准确。海绵宝宝。不十分准确。小猪，小猪。小猪。小狮子，小白狮子，一定是小白狮子。哇，对不对？那涛姐呢？我觉得像那种就是仙鹤，嗯，很高贵优雅的。哦，你说仙鹤是男生的呀？很瘦呀。哎。姐，你刚刚比划那两下有点像丹丹老师那下蛋攻击那个。像仙鹤，仙鹤，仙鹤吧，仙鹤，仙鹤，仙鹤吧。说吧，我像啥？不是那吗？黑天鹅，黑天鹅，我就黑天鹅了。你俩配色一模一样。好，那就定了啊，那剩弟弟了，快。弟弟也像小狐狸啊！我刚才就想说，男狐女狐，咱们俩狐。哦，对，就是狐狸。你看它像不？你看这样，你知道狐狸主要是鼻子尖尖的，然后眼睛细长。你看，你看，像。而且他确实演过狐狸，还演过狐狸。哦，是吗？对。我也演过狐狸。哦。那我是不是我后面我先接个演个熊，可以熊精。